好像跨年哦。哇，吃个粉要这么嗨？我觉得比太多拉面好吃了。这边有个泡面墙哎，我来弄泡面呢。新鲜的雪好好吃啊，好好玩是不是？你要不要做个雪人？我们来看看。我的家哥哥了。I know nothing about it. I turned my thinking on to make sure it's alive. 我们房间外面有没有好漂亮？早安，看饭店外面的美景，好漂亮哦。真的好冷，好冷哦。我们今天呢会去滑雪场，底下呢导游说是琵琶湖。嗯，漂亮，关了啦。对，隔壁邻居也跑出来了。哦，这个超好吃的，还有抹茶酱、蜂蜜、草莓酱。哇，起床吃饭饭咯，起床咯，我是小鹿，我爱吃饭饭。小鹿喂你吃地瓜，哦，好吃吗？好吃。我们在吃早餐，外面飘雪了耶！哇，等一下可以去看看。飘雪了。你没有看过下雪对不对？蛋、肉肠、蒸饺。这是日清泡面博物馆。Cup Noodles Museum。哎，我们现在呢在泡面博物馆，然后这边也可以自己做泡面吃哦。这边有个泡面墙哎，然后就历史上所有的泡面好像。泡面也有。对啊。太多了吧。这边都是现在有在卖的。这看起来好健康哦。面达人。哆啦 A 梦泡面哦，原来泡面的里面长这样，它不能装满，要底下才可以泡到汤汁。自己做一个泡面要300日元，先投币，然后买一个杯子，就可以在杯子上面画画，画完之后呢，才会帮我们装里面的泡面，然后封起来，就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泡面了。然后可以自己选自己的汤底口味，还有配料，可以自己选你要什么味道。那他的投钱。好，300块，你按一下，好，你按。一，你打出来了，好耶！你好开心是不是？你已经在吃了吗？好，先消毒喽。对，第一个要做的呢是等一下写上制造日期，一个月以内要吃掉。一日。对，是奶奶的生日哦。奶奶生日，那写一下。然后再送给奶奶的生日礼物。咚咚咚，好，奶奶的生日。现在可以画画，不要把上面弄破，小心拿。是很漂亮的橘色，对不对？这是橘子口味的拉面吗？我弟弟啊，第一个鲨鱼。鲨鱼。鲨鱼，小唐就画了一个鲨鱼，在那边。飞机吗？有点像一个飞机耶。第一个。是什么？第一个鳄鱼。红鱼。会飞的哦，这么厉害哦！对，小小的想要把这些字都上色，哇，好漂亮啊！好多好多小朋友哦，每个人画的杯子都长得不一样哎，色彩鲜艳的杯子哦。你看，你们看到好多泡面。对的。好，要不要再吃吗？三个包子，你吃吗？等等来。先清理一下。这是小陶德的泡面。来，小陶德。好转。哦，好的。耶，装好了。对啊，选那个小鸡的鱼板呢。啊，小陶德喜欢吃咖喱汤头。对，他厉害。小陶的泡面在那边等着，然后等一下就要把它封盖起来咯。加盖好了，这是我们的耶耶，然后它要封起来，然后进去加热，这样就好了。是小陶的做的泡面。
要去充气了。好，我们来充气。好，麻烦你充气哦，你看它会变得胖嘟嘟，好像杯面一样哦。哇，变胖嘟嘟了。小桃的泡面完成了，这看起来好可爱哦。专门泡杯面的杯子，小鸡泡面碗，好可爱，对不对？哇，有哦，还有泡面车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里是烧肉店，吃到饱烧肉，还有寿司，烧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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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Go! 哇，这边是饮料区，乌龙茶、汽水、哈密瓜汽水、酸饮料。哇，爸爸在烤肉。哇，要要要！哇！我干我，然后我还想吃肉肉，想吃肉肉。我要叫罗伊来，不叫罗伊，叫罗伊来救我。哇，可是我，可是我到大了，罗伊不能救吧？我罗伊可以来吃烧肉啊。爸爸烤的肉看起来好吃吗？好吃，可是快融化了吧？融化了吗？这边呢，除了烧肉、寿司，然后还有一些熟食的部分，像是萝卜汤、炸鸡，然后还有马铃薯薯条，都可以先吃。鱼板章鱼烧，鱼板章鱼烧，看这么多。小桃子，你是不是不饿？你饿呀，饿呀，你饿了啊！好了，我们等一下吃肉肉好不好？你要不要吃爸爸烤的肉肉？啊，要吧。你被黏住了，我被黏住了吗？嗯，甩掉，我甩掉。好了，你要不要喝你的可饮料？爸爸帮你装了一杯很厉害的饮料哦。可是喝完就会变奥特。豆豆，这什么口味啊，爸爸？哈密瓜可乐口味的汽水耶。我要看。有力气吗？你别好渴吗？爸爸，你喝完这个，你就会打完了，因为你就会变得好渴，跟我没一样。呀！呀！吃个饭要这么嗨？呀！啊！爸爸烤完的肉，快，爸爸烤的肉肉。你来品尝好不好吃？有这么好吃吗？呀，是嫩嫩的，软软的，是不是？嗯嗯嗯。给爸爸超爱赞耶！那烤肉这件事就交给爸爸啦，耶！爸爸烤肉，爸爸烤肉。哦，好嫩哦！哎，怎么那么嫩？有味，很嫩，它嫩的程度跟。夜市牛排差不多。爸爸现在在烤什么肉啊？看起来圆圆的，好厉害。牛肉啊，牛五花吧。那里有小水果，还有蛋糕。我想吃冰姐姐。你要吃冰淇淋啊？好多冰淇淋。姐姐，你要哪个？我蓝色的。蓝色是什么味道？苏打汽水吗？嗯，姐姐。都是哈密瓜口味。哈密瓜口味。小桃的吃完冰淇淋变这样，你看，啊、你的舌头变蓝色的了。好，赶快喝水水。耶。这个。耶，小桃的很喜欢巧克力。草莓巧克力耶，这么大颗。巧克力也好吃哎，它里面呢就是有牛奶、米果跟草莓，口味很浓。
然后我们从游览车上面下来了，小德刚睡醒，你下来就看到一堆刨冰在你旁边。刨冰，有没有要吃刨冰？感觉真的蛮好吃的耶，刨冰，刨冰，刨冰，啊木，好冷，好冷哦！哇，这里太漂亮了。很多小朋友在玩滑雪。好冷，那他的第一次看到雪，对不对？一直在玩的。啊，快点，快点，我们等一下去玩雪。你要不要做个雪人？然后再到下面的时候，两只脚用脚跟刹车就好了。这个绳子你要拉住，妈妈要拉住，可以吗？拉得到吗？可以，可以吗？好滑哦！我来推你们了哈。好，看下面没有了。哦，下去了。好，换爸爸要下去喽。刹不住啊！你要不要再滑一次？不要哦。那他的为什么不想滑？你跟爸爸说。你觉得太恐怖了。好，妈妈要上去滑了。妈妈要来喽！哦，刹车刹车刹不住，体重太重了，怎么办？哦，有刹住，哦，其他人都撞到墙了，他们太晚刹车了。爸爸是迷路。那好啊，好好玩是不是？哇，到了。哦，要学小雪爸爸。而且好干净哦。对啊。超干净的，白白的。耶。看到。丢你。啊。那这边是玩雪的地方。丢你。啊！不丢你。丢你。好好玩是不是？我丢啊！玩。我看你的手套，你的手套是蜘蛛人对不对？嗯。你可以拿一颗球。你打我对吗？你打我对吗？你看爸爸。好好吃，你看。巧克力的口味，你要不要吃吃看？吃一口。不要。爸爸说雪吃起来是甜甜的耶。小桃，你要不要吃吃看雪？雪甜甜的哦。不要。甜甜的哈。好甜，你要不要吃吃看？丢爸爸，就丢爸爸。玩雪有好玩吗？你觉得？没有。真的、哦？你没有喜欢雪啊、哦？可是你来的时候玩得很开心，你丢爸爸觉得好玩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看一下这长什么样。你丢到你自己了，是不是？他这边应该也会卖刨冰吧？直接拿外面的雪，然后就加那个草莓果酱。对啊。雪了，下雪了。新鲜的雪哦，眼睛都看不到的，它雪会乱飘飘到你眼睛里。你要把嘴巴张开呀、啊，新鲜的耶啊！新鲜的雪好好吃哦。这里好多雪人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做好。酷比走人帅了。哦，大白兵。这两个雪人是坏人，怎么样？你要怎么样？好，你打打看，来，我们来看看。他都没有倒啊！哦，还有一个大球呢，有很重吗？哇，我是大力士啊！好像蛋黄，好像一个鸡蛋的变成一半。哇！给你抓呀！
啊。哦，有没有太重？太重了啦！你你把头都打走了，那你割一个头。好啦，我们把这个带回家，奶奶生日。奶奶生日礼物。拜，小桃子都舍不得玩，舍不得走了。好，你走好，你走里面，不要跌倒。哦，别忘了看手机。呀！压了。小心，不要跌。哦。滚！自己滚下去，下坡好危险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在大阪最热闹的新斋桥，这边有非常多美食，所以今天晚餐呢就要在这边解决喽。哇，人好多哦！大章鱼，哇哇，这有没有像妈妈？这里呢一定要跟后面那个招牌合照照耶，表示自己来了大阪。好，爸爸，我们现在要吃什么呢？有要吃饭吗？你拍一下前面那个，你不饿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拍一下前面，好像跨年哦。哇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好多人坐在上面呢。哇，黑和牛。爸爸刚说要吃太空贝哦。就是美国食物，你去美国就好了。他说：“哎，在这边吃很划算呢，就是不用到关岛，然后这里是最近就可以吃得到 Taco Bell 的地方。然后呢，他现在在买澳门蛋挞。他说不用去澳门，你在这边也可以吃得到澳门的蛋挞耶。是这样吗？为什么来日本不是吃只有日本才有的东西呢？红豆抹茶口味，苹果肉桂，然后一般的。”妈买了一个综合的，跟一颗草莓，上面有草莓果酱，然后中间呢有奶油，然后下面呢又有酱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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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多人排队。等等，你有想吃章鱼烧吗？你在干嘛？你在运动吗？没有。好可爱哦，摸摸狗狗的旺旺。有谁的？是谁？哇！这个还亮亮的耶，这个他有戴面具哦，还是 A 选穿这个好漂亮。你想要买衣服给 A 选吗？还是买给你？买给我。买给你呀、哦。我们刚买了一件这个蝙蝠侠的衣服，会吗？他一下眼睛会发亮。哎，最后呢，我们到了一间刀削面店。麻辣刀削面看起来很好吃哦，因为我们看很多那个拉面店都是坐吧台的椅子，然后也没有那么的想吃。然后这个的麻辣味好香好香哦，所以忍不住就进来了。真的，机器人在削面，然后那个麻辣的香料味实在太香了，好喜欢哦。好，我先吃这面。嗯。啊。这汤头好浓郁哦，是豚骨汤的感觉，然后它那个肉的部分像是麻婆豆腐，花椒味很浓。怎么会这么好吃啊？超好吃，超好吃，超好吃的！啊，小桃的，这是绿色的面，茄子香肉，香肉，讲悄悄话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等一下去看。你自己先去看。好，我等一下自己去看。好，你可以吃吃我阿的绿色的面呢，看起来厉害对不对？你哇，小桃的把绿绿面吃掉了，好营养哦。哇，小桃的吃完一盘了，现在吃第二盘了。我要把第二盘也给吃掉。好吃对不对？然后我又大刀大刀大刀。
跟酱怪怪的吧？这个酱也很厉害哦。这个，好多水果，那个好漂亮哦，粉红色的草莓，那个葡萄看起来也好厉害哦。哦，好漂亮哦，白色草莓。我们现在呢，到了环球影城旁边的一个饭店，然后好可爱的。小桃的还有玩具可以玩，这投影的实在太有效了。今天住的饭店是最小的，对，可是因为它最靠近环球影城，直接过马路就到，就很贵。对啊，明天就是过马路。看那边有摩天轮，然后对面就是环球影城。要捏鸡吗？听得懂吗？有吗？你听得懂吗？